妈妈去上班了，先放到肚子上，你拿去吃早餐啊。嗯。你没钱，借得起没？没得。我又不是不还。你上次借的就没有还。你二嘴谁？看不起我是不是？过会儿帮着看呀。证金没得。看你翻你就翻。孩子脱了。袜子脱了。我讲没得嘛，说吃早餐呢。啊。说吃早餐的钱。他们吃早餐，来，如果请你吃包子，包子吃饱不要吃包子，你欠我2块钱哦。班长，你怎么天天吃包子？包子呢？好吃啊！食堂包子包的面粉，有啥子好吃的？是不是生活费没得了？啊，走读用吧，还是生活费？成绩那么好，还不问你妈多要点钱吗？我要是成绩有你那么好，我一天问我妈要20。你不是开茶馆的，有钱吗？有钱，哎，有钱啊，都有钱，天天亏钱。集合了，集合了，今天星期要升旗，快走！走了，走了，大家走了，操场集合，快点哦！跟妈要扣分儿。这盘没人上来吗？操着前头走。把这些卷子改了，错的打叉。不用算分，最后我来算。嗯，是。想不想你放个十块钱才让你分？啊？好久的事啊？就这两天啊，课都没来上，找的代课老师。哎呀，一把水出来让你分，好恼人哦。代课老师是不是就是那个穿着灰衣、看到很精神的小伙子？啊，就是，长得还可以，就是不晓得耍不耍朋友。哎，你的卷子。29分？怎么可能？你拿错了，这不是我的卷子。啊？我看，可能我拿错了。等一下，好嘛。啊，这张才是你的。117。哪儿错了？上厕所去不去？不去。你一天都没上过厕所了，你是忍者吗？卡坑了，是你那地主。妈，我回来了，快点去吃饭。马上做好了，不要去写作业了。哦，我作业做完了，在学校。我等下去打篮球。Defeat。哎呀，又输了，垃圾队。打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在这儿抢钱，不然我看到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
听到没有？哼。